来先来先，这样这样有听我问题吗？我跟你讲，好 OK， 谢谢。OK， 哎、欸，这样老婆这样光 OK 哦，要不要再亮一点？这样好，来来来来，哇，国光不错，国光不错，自带苹果光哎、欸，自带苹果光，哇塞，光环圆圈，你仅次于雅婷姐。什么该啊？半年之后，谁才是天王天后，谁才是一哥一姐，就要看自媒体的流量。在直播圈，他们说我们是最狠的这个《神雕侠侣》夫妻档。寇乃馨受访前，先自备苹果光，子豪和黄国伦直播圈最狠《神雕侠侣》。我们没有准备好，但是我们开始。哎、欸，对，乃馨，你的光，你不是有带那个灯吗？补光灯吗？他们有，他们有，他们有。欸、因为乃馨非常在意那个光啊。黄国伦、寇乃馨这对夫妻有够闹，两人五号春就受访聊近期直播的大小事，但受访前灯光就少了。超级久，因为你们让一个女生没有安全感、欸。我们真的有带光，你们要不要？来先，我先那个那个，亲爱的，有两个白色小灯，迅速拿过来。乃馨说啊，她其实现在已经不太愿意接受传统媒体的，像你们这种是正规媒体的，你知道，因为你们没有用美颜修片。啊，真的还想的 ？OK OK。破坏我跟媒体的关系，并没有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样老婆这样光 OK 哦，要不要再亮一点？这样来来来来，哇，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。今天是那个基督的福音堂，我不要讲佛光普照，来来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，来，来来来来，是不是会让你们觉得太搞笑了？自带苹果光哎、欸，自带苹果光，哇塞，还自备甜甜圈啊，这样够了，因为这样一个灯，哦哦，还可以加哦，光圆圈你仅次于雅婷姐。什么该啊？睡哦，好睡睡睡。装起来，装起来，中了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好，我们准备好了。现在可能至少是三天播两次，所以也就是一个月至少有三分之二时间在播，所以一个月至少二十。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弯道超车，我觉得我们在上个时代呢。很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半年之后，谁才是天王天后，谁才是一哥一姐，就要看自媒体的流量。在直播圈，他们说我们是最狠的这个《神雕侠侣》夫妻档。那天黄国伦很拽啊，然后那天有一个粉丝留言，我还有截图，有一个粉丝留言给了他人生至今相当高的赞美。他说：“国伦老师，很多人在抖音上抖音成功了。”但你的直播成功了抖音，我这两天开始有点眩晕，因为我们播都播到早上嘛，所以大概通常睡觉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已经是7点到8点能睡就不错了，所以就变成有点日夜颠倒到转不过来。那国伦就开始肾结石不舒服啊，因为他本来就有肾结石。你为什么要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事情、啊？不能讲，因为这本来是直播要讲。现在已经没想到你的男性雄风吗？男性雄风啊，不会了，肾结石。这些是跟那件事情是无关。